엄마! 아! 엄마! 엄마, 아씨, 엄마! 아씨! 아시양아, 엄마 시양님에. 오! 이제 소리 뭐, 내 말 쓰바라. 엄마, 매요. 뿌이야. 간단히 매너 뿌이야. 看到做不见的孙子，阿妈的激动与满满想念藏不住。阿香啊，阿妈想你呢，回来一下好不好？那个画面我看就心很揪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半花莲阿美族血统的罗志祥，这次在他的 YouTube 分享回花莲探望88岁阿妈的影片。阿妈，阿妈。去拿菜。啊，好好，我去看。谢谢。这个我要去哪里找？怎么办呢？我去找我舅舅，叫舅舅起来了。有吗？舅舅。哎，阿妈。哦。阿妈。阿妈，阿香啊。阿香。阿妈现在几岁了？90多啊，100岁。一百了。他刚刚跑的嘞。是吗？他跟我说90多岁，他跟他。90多，100岁。用跑的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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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舅舅已经超重了，现在也不说了，也帅，已经头发又多，又秀，而且头发又多。阿妈现在几岁？88了。他跟我说快100岁。我都是有他。健康的话，健康，当然要健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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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一定要健康，哦，哦，健康，哦，拜拜，哦，拜拜，哦，拜拜，哦，没事，我好的 ，OK， 哦 ，OK， 哦，加油，哦，哦，加油。真的有一些感触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小时候看的戏，跟我现在看的戏也是完全不一样。就以前我觉得这个庭院很大，嗯，就当我现在长大站在这个地方来看的话，它变小。那因为我们人长大了，然后就代表了很多的回忆会停留在你的内心里面。但是呢，你重新再回到这个地方，再站在那个地方的时候，你会感觉到这一切一切是拥有最大的幸福。他随后也在自己的 IG po 文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，并祝福阿妈身体健康。不管你20年没回来，或者是10年没回家，你只要一站到那个地方，这个回忆就回来了。你可以去感受你站那个巷口，然后去回忆很多东西。他站那个巷口会不会被人家骂？你是一个很难聊天的人，你知道吗？